今年3月24日世界防老日，我院女士结核病研究所联合到世纪师学院开展防治结核病宣传活动，并给技师学院师生进行免费胸部打蓝检查。小文是服装设计班的学生，第二天一早，小文拿着胸部打蓝报告来到市结核病研究所就诊。防劳医生给小文安排了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和痰液中查找结核杆菌检查。3天后，小文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呈强阳性反应，并在痰液中找的结核杆菌。什么是结核病？结核病的传染源主要是向外界排菌的结核病患者，特别是活动性肺结核的患者，那些人容易感染结核杆菌。人类对结核菌普遍易感，感染了结核杆菌一定会发病吗？健康人受到结核杆菌感染后，肺结核主要内腺为害，